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我 Net Chan 谈赛马嘅时间啦。咁啊，今集节目咧就有一个重要宣布嘅，因为咧两大王牌节目 Net Chan 马胆赔率先机将会系要搬迁去一个新嘅频道，去到我呢个荧光幕上嘅 Net Chan 频道，简简单单就叫 Net Chan。咁就首先講下點解要搬遷先，咁就因為咧事緣咧，我而家依個 Net Chan 談賽馬呢個頻道咧，就被 YouTube 禁止盈利30日，咁就其實原因都唔清楚，但係唔好揣測咁多啦，同佢傾完之後，跟住個情況就係你要喺21日或者30日後左右咧，就再去申請多次，你可唔可以？即係 appeal 啊，即係嗰啲叫咩？即係總之申請多次，可唔可以再有盈利？但係其實依次嚟講就比較突然，因為通常如果你 video 有啲問題嘅話咧，佢會俾個黃標或者紅標你去提醒下你先。但係今次係直接去停你盈利咧，咁所以唔係咁易咧，我可以再重新有翻盈利呢個 Net Channel 賽馬呢個頻道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咁冇辦法啦，咁啊痛定思痛。思考過後都係重新出發，咁啊去咗呢個 Net Chain 嘅成立咗一個 Net Chain 嘅新頻道，咁我就將會而家呢啲片咧就會慢慢轉移過去，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咧睇開 Net Chain 馬膽賠率先機嘅朋友，就要嚟到呢個 Net Chain 頻道去訂閱、撳鐘仔、撳全部三部曲，嚟多次，第一訂閱。第二撳鐘仔，第三係全部。咁咧，第日我所有新片咧，你無論係 Net Chan 談賽馬嘅新片，或者 Net Chan 依個個人品牌頻道嘅新片咧，你都會睇到嘅。首先講下啲安排先。馬膽賠率先機，首先會去放咗喺 Net Chan 馬Net Chan 呢個新頻道嗰度。我啱啱都上載咗依個 Net Chan 馬膽嘅啦。咁啊，大家記住。去睇啦，咁啊聽日都係正常情況、正常時間放賠率先機喺個 Net Chain 新頻道啊。咁呢個 Net Chain 新頻道，而家我就係用 Net Chain 個名，因為本身我而家 Net Chain 談賽馬都放咗好多直播足球嘅節目喺裏面，我本身都係想諗住擴闊少少嘅。咁既然有呢個契機，又開咗新頻道，就係叫 Net Chain，咁就係賽馬啊、足球啊、股市啊、生活片啊，即係嗰啲飲飲食食、去旅行嗰啲都睇下有冇機會放下啲上嚟咁樣樣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就打咗一個新嘅品牌啦。新嘅頻道、新嘅營運模式咧，慢慢去創新咁就 YouTube 會員如果大家喺 Net Chan 談賽馬 YouTube 會員咧，你哋應該已經收到 YouTube 嘅 Gmail 嘅通知話應該退咗款嘅，應該係，因為我已經冇得攞盈利，佢亦都唔會收你嘅，收你錢。咁咧你就而家咧就應該要稍而欲步咧，去到呢個 Patreon。去對應翻好叻、勁叻、超叻同極叻會員，咁嗰一次咧，我係有少少唔同咗，因為我教嗰陣時係教美金，總之就四捨五入啊，加加減減咧，就有啲係貴咗，有啲係平咗嘅。總之，唯一嘅分別就係、我賽前嘅海洋馬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咧，因為而家海洋馬咧已經係做直播，所以我唔搞個賽前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，我喺呢度咧由勁叻會員開始啫。就用個人股票分析嚟代替，所以好叻會係純支持啦，勁叻會係純支持加個人股票分析。免責聲明，大家睇清楚，我並非持牌人士。超叻會員純支持個人股票分析，如有冷腳獨家分享。咁第日 Net Chan 冷腳就唔會喺 YouTube 出現啦，無論喺 Net Chan 談賽馬或者係新嘅 Net Chan 頻道，因為之前我比較簡單嘅操作就係冷腳，我首先俾會員睇。開賽之前再公開俾大家睇，但因為而家我淨係放上喺 Patreon 咧，我又要放上 YouTube 咧，就比較麻煩少少嘅其實。咁所以咧，我第日亦都俾咗個誘因大家去訂閱呢個 Patreon 嘅超叻或者極叻會員啦。所以我而家第日冷腳咧，淨係放喺 Patreon YouTube 都唔會公開㗎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平時啱啱好似用眼光中咗啊，之前今季代表作遨游去 Paris 中到砰砰聲嘅話，記住多多支持 Patreon 啦，嘅咧會員純支持個人股票分析、冷腳獨家分享同埋所有計碼嘅分數都會放上 Patreon 依度嘅。
咁 Natural 談賽馬呢個頻道咧，暫時都會繼續營運，係我喺 live 咧，暫時我會 live 繼續喺 Natural 談賽馬呢個頻道做住先。即係包括直播計馬、尾場直擊加賽後你講，同埋即場足球投注分析。咁去到我新嘅 Natural 嘅頻道，個人品牌頻道，儲夠咗。衝過了他的、可以有盈利的要求，而 YouTube 都 approve 了、是批准了我有盈利，那我才會慢慢將所有的東西呢搬去新的 NetChan 的頻道的、啊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最重要 YouTube 你們本身是會員的朋友快點去 Patreon 參加，因為已經正式開通了、啊、第二，平時是 NetChan 談賽馬頻道的朋友有萬二幾個 subscriber 啊，一萬二千七其實最新啊。咁希望大家可以開始 subscribe 呢個 NetChan 呢個頻道，三部曲 subscribe 鐘仔全部支持一下，感謝你們。我哋由 NetChan 談賽馬同 NetChan 兩邊一齊傾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喺 NetChan 談賽馬或者 NetChan 喺 NetChan 新頻道或者 NetChan 談賽馬嘅直播節目再傾過。拜拜。